华人世界的巨星，在北美也有一定知名度。杨紫琼的成功可能跟强大的出身背景有关。杨紫琼的父亲是马来西亚拿督河马领袖人物之一，祖父是马来西亚健达巴士公司大老板，而他们家族其他成员非常极贵，在马来西亚很有权势。成龙无论如何不敢得罪这位深背景的漂亮女星。熟悉成龙跟杨紫琼的人一定知道，成龙对杨紫琼很尊敬，两个人更像普通朋友。杨紫琼被很多人认为是漂亮女人，美国人认为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五十人之一，她也是马来西亚最负盛名的选美大赛马来西亚小姐的冠军。杨紫琼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潘迪生，香港迪生创建集团和德宝电影公司的老板。有老公的保护，杨紫琼在演艺圈所向披靡。杨紫琼与潘迪生离婚后与朱兆翔相恋，这个朱兆翔大家不陌生，却是胡静的现任老公。只是朱家长辈不喜欢杨紫琼，因为她不够乖巧。胡静得宠跟其乖巧性格直接相关。与朱家人断绝关系后，杨紫琼嫁给了法拉利车队首席执行长官 James Cohen。 你看杨紫琼出身本来就好，嫁的一个比一个好。